瞧不起我，是他的高中同学，他的国小同学，他的学长，这样很简单了吧？这样很简单明了。好，我叫习武，然后我是原住民，他也是原住民，他也是原住民，他是原住民。然后我是阿美族加卑南族，然后展翼也是阿美族加卑南族，所以我们是美南族。我们真的会有综艺，麻烦帮我接一下通告，我们要去电视台，铁丝玉玲珑不要了。好，那个。你可以拿那个狮子的、啊，等等等等，要不然你拿那个嘛，围巾啊，可以啊，好，然后我准备讲到这边，对，我们是美男族这样，然后整理，哦对，我们现在原住民族有16族，我们想要成立第17族，对，原本要第15族就被抢先了，对对对，多了2族，所以我们只能排17这样，那这目前只有两个人。两个人这样，然后以体型来看，我是头目，是不头目，但是不头目，欢迎大家加入，不用收会费，只收年费。好，那他是好，我们两个结束了，接下来是我们的那个主唱，他叫他是卑南族，然后是来自南王部落。然后就读于南王国小幼稚园，然后毕业于南王国小幼稚园之后就读南王国小。我的学历只有国小。后面很多啊，对，然后就是，大家有没有坐火车来的？有吗？没有，都坐飞机哦。有很多坐火车。然后大家有坐普悠玛号的吗？哎。恭喜你，那我们普悠玛，他就是来自普悠玛部落的，然后你就做普悠玛号，就这样。车上不是你在广播的吗？翠湛台风。轮不到我啦。好。一直敷衍。那个鼓手是。阿美，没办法加入我们。对呀、啊，阿美族加卢凯族这样，的小朋友，然后很会打鼓。好，谢谢，我们是发热带。接下来我们要带来我们今天 的下一首歌曲，下一首歌曲，除非铁花村给我们画圈圈，我们是不会结束的，坚持。接下来就带来。到哪里了？自己跳的。好。嗯。我没有在对你们抛媚，我是眼睛有进东西，不好意思。然后那个，接下来我们要带来这首歌曲是卑南族语的歌曲。由我们的石南央四美来演唱，这首呢是，写歌的人叫做，作词的人是林志兴，是部落的一位大哥，然后母语的词是陈光荣齐老、然后他也是，作曲是陈建年，他就是唱那个，那你会听过吗？啊，从头听啊，呜哦嗨呀，有听过吗？有哈，他就是那个陈建年，他母语歌词那个就是他爸爸讲，然后陈建年就作曲，然后就是写了这首神话，来，请先告诉我们这首歌的